欢迎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呢来观看这一次的影片。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在这个无盘结晶洞窟啊。OK，大家看到这个洞窟呢，虽然是在这个路上，但其实不是，它的入口要从这个湖这边过来，然后上下面的陆地，然后就看到那个洞窟的入口，就是这边。OK。那好了，现在就来打这个 boss 啊！准备好，三哥！哇，猎犬骑士，之前在监牢也有打过了，上一次就有那个棒狼，蛮高攻的耶。喂，不要再打我啦！给你喘息的机会。OK，回一下精力。我又来，他完全不给。补血，又来了。OK，不补血啊，直接一刀胜负。OK，这个蓝琥珀链坠。OK，果然啊，果然是有一个蓝色的，那这个就是魔力了。然后前面还可以进去，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地方，还有一位 NPC。明狼的破屋，Foul tarnished. What do you want? I told the all-hearing brute that I possess no such medallion. Or have you come to take more from me? Was my other half not enough? 可能需要一些道具吧，我现在就没有。OK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到这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